少主公，方才娄大公子差人送来舆图，道已完成有人所托。他说自己寄情于山水，举荐入朝之事便罢了。看来娄太傅还是阻拦他为陛下所用了。娄家二房如此养人鼻息，也不知他嫁过去。 会是怎样光景？此去危险重重，林将军请多保重。若将军想听，待你凯旋，我定吹笛给你听。 少主公，大队已在城外集结完毕，何时出发？即刻。是。